出来，而另外一个提到的国外的法律还是自然的，所以在国外的法律进来之后，一样的就是被看卖啊，三个月刚刚是
实验很简单的哈，我们就是抵住这个，来注意听老师说明一下。如果你忘记了，可以温故知新一下哈。我们堵住这个洞口呢，然后你压下去，可以压，但是放开之后会再弹回原状。来，大家可以试试看，每个人操作一下哈。会吗？哦。这样子，来试试看。稍微抵住它，然后放开，压下去，放开，试试看啊，会吗？会。压下去，放，那每个人操作一下啊。来这一组。气压系统。有成功吗？有啊有。压下去，然后放开会弹起来。然后这个变气压系统。对，气压系统。好，来，有成功吗？有。好，放开会再弹回来，好。那如果弹不回来呢？可能就是里面有垃圾，我们说绕腿绕气了啊，绕气了它才会弹不回来。好，爆掉了啊！好，那大家请看到这边了啊！来，大家请看到这边。哎，我们把这个空气呢，可以想象成好几个小朋友啊，你说空气分子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坐着散散的。在这个大的空间里面，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压力了啊。但是如果给大家感到后面的影音室，把那个小空间里面，大家挤在一间小房子的话，就会感觉压迫感。好，那可以这样来讲哈，就是当你用压力去把像刚刚的压针筒的动作呢，你往下压的时候呢，它的空气分子就会挤得很密。但是呢，当你把这个压力放掉，你手放掉的时候呢，它又会再恢复原状，哎，又再回来，哦，它又慢慢把它推回来哈。那这个呢，我们要知道的是空气它可以挤压。对，哎，哆啦 A 梦的空气泡了哈。哎，当然现在好像还没有这么威力大的这个武器啊。但是如果以科学的原因来讲，可能就是说。他把空气呢做一个加压的高速加压的动作，让空气也像武器一样射出来。气枪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气泡气枪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就是复习了，就是知道说空气占有空间，空气可以挤压。这边 OK 吗？有问题？没有。好，所以你知道压力它会影响空气的吗？那今天我们要所要做的重点呢，是讲温度对空气会不会有什么影响？哎，这段说好，有复习预习的。好，来大家打开到课本的35页。好，大家请念一下第一段开场白了哈，物质受热时。我们要知道说物质受热会不会有什么改变，通常是要看它外形有没有或是颜色有什么改变。那因为空气呢，它本来是没有颜色透明的，它如果有变化，我们好像也不知道它变得怎么样，所以我们会透过一个指示物了来观察说它的变化。好像我们之前第一单元也用过这个线香当这个凝结合，还记得吗？有。透过那个现象比较灰灰的颜色呢，知道说空气这个变化的情况哈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的操作流程呢，老师先稍微说明一下，大家注意听了哈。我们外面有一个外壳这个烧杯，那里面有一个锥形瓶，那么套上气球。那原本气球是垂垂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等一下就是让大家观察。当我们把热水倒进去的时候，这个气球会有什么样的改变？好，那因为热水比较危险的，所以老师，老师用倒的方式，老师来倒。那冷水的话，就让大家来操作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会需要把热水集中，就是可以再从玻璃要脱离的哈。好，那请各组来看一下表，来拿一下。
记了哪一支拿车温度。OK。好，对，刚刚这个我们的上一个实验先收过来了哈，以免热毁掉了。下面插根针头。水温度有点高，所以大家小心不要烫到啊。来，那老师现在到各组到的时候，大家注意看了啊。好，看一下气球它的变化。好，可能要稍微把鼻子稍微压一下。好，注意气球不会鼓起来啊，来这组。好，那你的温度计也可以稍微插在水的旁边看温度几度啊。好，来看一下第三组啊。哎，温度计稍微插下去看，上限是几度？那看一下气球有没有什么变化？来第四组，来温度计准备好。Yeah.
因为明天气今天比较凉快，那水冷冷的很快啊。那我们再停下来去测试看看。
来，大家摸一下现场的残余的气体，对不对？稍微从里面先摸一下，蛮舒服的啊。好，那我们把那水降下去。啊，还没摸着摸，还没摸着摸一下。好，那注意看哦，等一下它的裂化，稍微注意哦。这是冷水啊。啊，整个会消气，会缩气。好，大家可以摸一下还有残余的不熟的啦，来，请问，有吗？就稍微还有一点残余的气体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啊，最好不熟的啦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冷水倒下去。好，它整个会迅速垂下去的，而且会扁扁的。现在它顺势垂下去了哈，就是会收缩的跟这个收缩不一样。好，那我们赶快来记录一下，怕大家等一下忘记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第二个，就是你进到冷水中。好，你可以先猜测一下啊。刚刚你所想的，如果进到冷水会怎么样？啊，那结果呢？进到冷水呢会收缩，对不对？同意吗？同意啊。好，那请大家记住一下，气体会收缩。好，那猜测的话就由你随便猜啊，猜对猜错都可以。好，OK 吗？好，那小的，请大家按照主题把习作讲过来。好，一个负责拿习作，那一个负责到中间的。大家请分工合作一下啊。
话？膨胀，来写一下膨胀。我们可以写，看参考这里啊，膨胀。好了吗？好，我们再看第二题了啊。那进入冷水后呢，气球又有什么变化？收缩。对，收缩，非常好。好，那第三题呢？为什么会有这样变化呢？主要就是气空气会有热胀冷缩的特性。你可以拉个箭头到下面这一段啊，空气它会热胀冷缩。做出来的成品都是裂裂的，就是
半边看起来卖相就圆了嘛。所以通常我们在饼皮上做一点小技巧的戳洞 ，OK 吗？那它戳洞不就很难？对啊，但是戳的小小有技巧的戳了啊。老师就是那种牙签那种戳的。对，针孔式的哈。好，那现在还有点时间呢，我们做一下小组抢答啊。好，就说明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小组抢答积分本啊。那等一下你抢答对的答案呢，请你记在上面，然后后面注明你的座号。好，这样老师在提问的时候知道说谁答对了哪个题目，就做酌量加分的参考啊。那你如果不想的话，可以参考一下里面一些学长姐所写的记录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对，答案跟你做好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开始了。好，那第一题，来，通常气体受热时体积会怎么样？膨胀，啊，写下膨胀跟做号啊。好，来第二题，跟之前我们所学的有关的哈。来，请问这个热熔胶受热后。跟冷却，它的形态会有什么样的变化？受热，先讲受热好了，热熔胶，液态，冷却会怎么样？固态 ，OK， 好，液态、固态，好，请先说好。好，来注意听哦。我们加热过后呢，它会再变回原来原状的，我们叫做什么性？好，可逆性 ，OK。好，像玉米粒、巧克力，好吧，玉米不行啊，巧克力可以啊。巧克力奶油它加热过后呢，会再恢复原本的状态。好，我们叫可逆性啊。好，来再来注意听。我们在用温度计测量的时候，当大家在测的时候呢，要注意液囊不可碰到哪边？杯子底部 ，OK。因为我们要量的是水温的哈，不是容器的温度。好，再我们复习一下有关天气的部分啊，注意啊。通常啊，温度低在五度C以下，我们称为什么样的名称？有一个更专业的四个字啊，什么寒流？低于五度C哦。没有吗？好，那我们先公布答案了啊！来，大家看一下，29页，霸王寒流。哦。这个题目比较细的哈，就是它冷得很厉害，像一个霸王或是帝王一样。有时候我们称为帝王级的寒流啊。那通常这种寒流来呢，很容易发生什么样的疾病？举一个例子就好。很多疾病啊。疾病对。感冒也算对，大家没有。好，心血管疾病 ，OK。好，当然感冒也会引起的哈，尤其是流行感冒。好，来下一题。好，来，请问气象语音专线通常要打哪两支号码？气象。抱歉，好了，1616167，对了，好。
下一题。我们在地面天气图呢画那个像那贝壳底的符号了，它叫做什么名称？一圈一圈的。等压线的哈，好，没事。你可以看一下课本的16页，好，等压线的哈。好，来，来最低了。我们要使烧杯中的温度降低，会在冰块里加什么物质？哎，食盐，盐的哈，盐对。好，最后一题，来确定要做一题哈。我们在操作这个线香的特别的实验的时候呢，请问加入线香主要是什么作用？对，凝结合啊，附着物质 ，OK， 啊，帮助观察还有凝结合的作用。好，那好的话呢？